为什么周星驰在电影公司破产后依然要背水一战拍摄食神？因为这是他的复仇之作。周星驰把对香港影坛的失望、对金像奖的愤怒不满全都付诸在食神之中，而最后的结果也没让他失望。周星驰仅用了三招反套路彻底让他重生。其实我成世人就是看漏了你一眼。你看他样子因为天真可爱了，挺得意，挺活泼。90年代的香港被双周一城霸屏，其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周星驰直接包揽了1992年的香港影坛票房，这一年也被称为周星驰年。随着经典影片的诞生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周星驰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彩星电影公司。然而首部投资6000万的《大话西游》就让公司赔得血本无归，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垃圾。不死心的周星驰又拉刘镇伟拍摄一部恐怖喜剧片《回魂夜》，想凭此片逆袭，谁知《回魂夜》上映后只有1600万票房，堪称周星驰电影史上票房最低。电影公司随之倒闭，刘镇伟大受打击，远走加拿大。最后一部电影不是《大话西游》，是《回魂夜》。我当时就跟周星驰说，我当时被骂得太惨，真的我自己接受不了，拍完那个戏就我就离开电影圈。但周星驰仍然不放弃，1996年他再次成立星辉海外有限公司，公司开山制作就是食神。可喜可贺的是，电影已经上映就很火热，收获4086万港币票房，仅次于成龙的警察故事4，位列第二。能有如此的成绩，周星驰自然投入不少心血。有请我们今晚的评判食神。不同于以往周星驰电影里讲述小人物的奋斗故事，男主史蒂芬周一出场就是人人敬佩的食神，后来被合作伙伴出卖而身败名裂，最后又得到伙计的帮助东山再起。这种由盛而衰、经历挫折到否极泰来的故事发展模式，无疑是周星驰对过去人生的一次思考。根本就没有食神。咩话？或者人人都是食神。咩话？我说那么多，颁奖。老豆老母阿哥细佬条女条仔，只要用心。咩话？人人都可以系食神。当然，作为周星驰的电影，片中无厘头的自然不会缺少。上一秒还在被剧情所感动，下一秒就会被星爷的搞怪风格逗得笑声不止。巨大的反差也要归功于与演员之间的配合，而这也是食神中最反套路的。吴孟达是周星驰的黄金搭档，但在这部电影中却是他的死对头，也是最大的反派。片中达叔一个眼神都能把商人的那股奸诈演绎得一览无余。不会见那衰鬼。衰鬼，喂，呢只嘢你几时谂住几时揾我？赴汤蹈火，上刀山下锅，好兄弟。还有莫文蔚饰演的火鸡，一出场就令观众难忘。他脸上长长的疤痕以及无法忽略的龅牙，都在暗示星爷电影中最丑女主角诞生。好在影片结尾，火鸡姐变回了本来面目，每每出现与前面形成巨大反差。嗯，真好猛嘅啫。你听日自己一个翻大陆喎，有人陪你啦，我陪你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连本片编剧古德昭也贡献了经典角色。古德昭饰演的唐牛扮猪吃老虎，将一个小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我唔关事噶，我行过噶咋？咧呢度啲人咧，我完全唔熟噶，尤其是嗰边揸枪乱咁肥嗰啲咧，我特别唔识噶。废话，狗都不如。不过古德昭能出演唐牛纯属是替补，原本唐牛的饰演者也是位知名演员，并且已经到了定妆的地步。有一天周星驰与李立驰突然反悔，决定让古德昭出演唐牛。要知道食神中唐牛的戏份很重，推动着整部电影的剧情，因此古德昭一开始很抗拒，但耐不住周星驰的软磨硬泡，古德昭只好提出一个要求。我还好记得那番说话的，我说唐牛这个角色已经 beyond 了我本色演出的可以的范围了，离开了我知识范围了。我说嚟紧的演出呢，多啲少啲做乜，你逐个 shot 清楚告诉我，我会尽力演，不要闹，
一闹我就截的士走噶啦。想必也就只有他才能这么大胆的跟星爷提要求吧。不过周星驰听后并没有拒绝，最后反而还让古德昭受宠若惊。片中一场唐牛在天台打人的片段，拍这场戏周星驰并未在现场。当他翻看当天视频时，发现唐牛在打完人之后说了一句：“捞得我，莫逼我嘛，我好人来的嘛。”也正是古德昭临时加的这句话第一次得到周星驰的称赞，即使多年后古德昭再次提起此事依旧记忆犹新。你加了句嬲得我啊，我好人来的嘛，那句加得好，我们第一次奖赏我。此外，师生中还有刘以达、李兆基、罗家英等多位实力派影星都在这儿大胆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，但最终他们呈现的效果也很完美，可以看出导演们的眼光是非常犀利的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我见施主佢痴心一片，所以我就原谅咗佢。估唔到大师都系性情中人。事实上，周星驰也深知美食题材是他的弱项，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无厘头风格特长，将功夫炫技、搞笑元素加到厨艺表演中。比如隐藏高手唐牛，在史蒂芬周面前呈现的刀工技惊四座，虽然加入了五毛钱特效，但在当时还是很新奇的。哪吒面表心思，一字记之入心。我是真正的食神。还有大赛中史蒂芬周和唐牛其实并没有展示美食细节，则是加入武侠小说中的玄幻武功，成了变相的动作戏。哈，少林绝学火云掌。其实食神史蒂芬周也并非星爷虚构，而是现实中香港四大名厨之一戴龙片中的黯然销魂饭，原型就是戴龙的那碗皇帝炒饭。据传当年赌王何鸿燊拿出了5000港元，就只为了吃到这碗炒饭，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香港。于是周星驰就以戴龙为原型打造了这部食神。拍摄时星爷不仅邀请戴龙担任美食顾问，还让他在片中客串一把仅有几个表情的炒王。金雕玉砌，高深莫测，不愧有炒王的称号。可惜水分太多，饭粒太软，影响口感。因为你连炒饭最基本的常识都忽略了。1966年，《食神》的成功让星爷的星辉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高质量的电影也赢得了好莱坞认可，并买下版权，邀请周星驰制作出好莱坞版的《食神》。对于周星驰来说，这肯定是一个进军好莱坞的机会，但他提出两个要求：电影中好吃的菜必须是中国菜，做菜的功夫也必须还是中国功夫。好莱坞制片方无法做到，因此合作宣告失败。虽然从商业合作上，这是一件挺可惜的事，但对于周星驰对中华文化的坚持，值得每个人敬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